未来戏剧台2015将为您网罗最新最强的精彩韩剧。MBC 演技大赏女子最优秀演技奖，宋允儿精湛演技直透人心。2015感动代表作《只想为你》，少女时代秀英最新力作，今年春天非看不可的奇迹爱情。陈燕雷吗？我人生的春天，沉迷在地位、金钱间，母亲对女儿的极致伤害，天国的眼泪。苏相剧韩义瑟浪漫主演，话题口碑持续蔓延。새로운사람이될거야。美女的诞生，爱情与友情的艰难抉择，最佳演技黄静英，无尽的爱。무대에서는것자체도굉장히짜릿한기분을주는것같은데요。2015精彩好戏全剧集只有在未来戏剧台。